切刀的前后距离可以调整这个手轮来控制。一般的话，刀片需要贴，每片刀片都需要贴到模具上。然后像这种如果没有贴到模具上的情况的话，需要把这个侧面的开关打开。打开以后的话，用扳手可以把刀片的螺丝松开，然后轻敲这个，调整一下刀片的距离。再上紧。然后再调整这个前后距离，保证每个刀片都可以贴到模具上，然后用手转这个切刀，可以转动即可。